已经生了两个女的苏志威最近又跟结婚扯上关系了。不过她就不是要再婚，在她家舞蹈学校开设了一个准新娘的瘦身课程。她说要帮新娘找回 S 型的身材，还可以帮她们减压添。你讲到个课程咁犀利，咁你太太揾翻佢嘅 S 型身材未啊？唔得啦，佢要训练啲女啊，佢冇时间训，我冇时间训练佢，因为佢有时间，就开始想训练啲女啊，佢要。女女咁细个就开始训练，咁佢哋啲身材咪好好，好多男仔追咯。暂时都未讲呢样嘢嘅，我13岁嗰都未讲呢样嘢嘅，5岁嗰个更唔使讲啦，仲未讲到俾男仔追嘅呢啲。